本人也不可置信，自己终于办演唱会了。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阿令先前的巡回演出已延再延，在众所期盼之下，终于在新加坡重启歌唱，让他唱到欲罢不能。谎言的恨真不深刻，你最清楚我是怎样的人，没人不羡慕的关系，只是为什么太熟悉反而变成距离，触不到的恋人化成只有一声搪塞，你明知道我不会等到这般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多唱几场，因为新加坡的歌迷真的太热情了，而且这又是疫情过后的第一场，很兴奋，欲罢不能。疼爱粉丝的阿令除了好歌一首首，也特别跟散场的大家打招呼，一解歌迷的相思之苦。台湾的朋友也不用太羡慕，阿令七月份在台北小巨蛋的演出，相信也是精彩可期啦。完全了，综合报道。